头发湿掉了，油掉了。摸摸。我刚摸一下，你有没有梳子啊？没有啊。那你要干嘛？帮我拨一下。你为什么不自己拨？因为我手湿湿的，所以它才会一条一条。它怎么了吗？因为湿湿的。现在不就流行空气刘海吗？我不要，快点啊！你不是这样，不是流行空气刘海，就是要这样有点撅开啊。不是，这是油掉了。什么啊？我不懂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在我房间。就是呢，其实我想要开这个箱，已经要开很久了，因为就是我很久以前买的。今天要开箱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。你每次都不知道要干嘛，因为你都不先讲。我跟你说我要开箱这个啊，你就说你要开箱，那我完全不知道要干嘛。这是 Topman 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其实平常很少买衣服，就是我现在每天都穿白色衣服之后，所以里面也不是衣服，里面是一些小东西。然后我想要今天比较想要讲的是呢，因为这袋真的很便宜，然后我还有同一时间也买了 Topman 他们其他的两件裤子，就是在圣诞节过后 Boxing Day 之后，他们如果有剩下东西的话都会打折到很便宜的价格。你要不讲话？我要讲什么？是哦。对啊，可是我知道啊。你要说话啊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袋里面的东西我待会跟大家说它的价钱是多少，就是夸张的便宜这样。那我估价先。好，那等下先给他估估价。那我先给大家看，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圣诞节过后先买的两条裤子，一条是这个，看不到，好臭，有屎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刚我没有穿过啊，哪里有屎味？因为刚刚那个位置是屎味味。你自己想象吧。这条裤子呢，就是它本身它是弹性的，然后它是做像西装裤这样，然后它原本其实这个它不是打折品，它原本是35，哎。35磅，然后打学生折扣。那你不是刚刚才在说什么之后打到骨折？这个是不是原价吗？这个不是，这是原价嘛、哦？然后又打学生折扣啊。好， okay. 那这个不讲了。可我身上这一件呢，你看大家看不到啊。那你站起来啊。就身上这一件呢，它是有点，它这一件呢，它是有点就是牛，有点厚的牛仔，然后有条纹这样，然后它这边是有就是松紧带，就我最近喜欢穿这一种，因为它追求舒服，就人老了接近30就要追求舒服。然后呢，这一件它原本是35，然后那时候店里面已经打了6折，哎5折，所以那时候是15，哎18，它打到18磅，然后再打学生折扣。你说原价多少？原价35，打5折，然后变18磅，然后15哦，然后它再打学生折扣。所以大概是对，大概是多少？大概16吧，嗯，16多，没有在算，我在放空。你真的很贱呢，便宜。所以这件其实蛮便宜的，然后可是重点呢是你这一袋里面的这两个东西，其实只有两个而已。哈，怎样？我是小资女哎，女？小资男？那你是什么？大资女？你开，都已经要夏天了，买这什么东东啊？因为它很便宜啊，你等下猜它多少钱？我买两个东西，其实。这个是给我的吗？它上面有写价钱，你不能看价钱。这是给我的吧？这不是。我今天要背，我觉得跟我今天很搭。你去死！你可以再跟大家说，你为什么今天戴帽子吗？不要，我觉得这样很漂亮。我今天是 cosplay， 没有。大家猜。那我把原因打在下面。不是，我跟你说。不二家吗？不是。这个帽子是我朋友做的，如果有人要订购的话可以留言。这是手工哦，嗯，很漂亮吧？哦，对啊，很可爱吧？这花边手工编织的，来自德国。对，来自德国，它还邮寄过来的。嗯，所以一定要让它亮相一下的、啊。你要不要？你可以试背好不好？然后你可以猜，你可以猜我买它多少钱？这绳子好像有点短，我今天就打算背这个出门了。你给大家看啊。你要再用开一点啊，你奶太大了。对开啊，就这样子啊。蛮可爱的，你可以我看一下里面什么吧。好。啊，它两个小内内。带，然后后面这个就是拉链，就这样。拉链里面空间不大，因为它扁扁的。你猜多少钱？5磅。也太便宜了吧！因为你说打到骨折。那你猜原价多少啊？原价15。也太便宜了吧！这有牌子吗？这是 Topman 的啊，因为 Topman 的东西就是不贵。
有些是蛮贵的啊。那你猜我买多少钱？十磅。十磅吗？嗯、我买三磅。那我差五磅很对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内心就觉得三磅。你真的很贱嘞、欸！五磅，我内心觉得五磅了。三磅很便宜吧？它原价多少钱？15啊！我超准嘞、欸！我是估价王哎、欸！靠杯，好啦，这蛮值得的吧？三磅很值得。对啊，很可爱，而且有它的颜色。新东西要不要拿去用啊？男人都给你用啊！我没用过。下一个。下一个，这个好热哦！最近天气很好。最近而已，应该下礼拜要变冷了。轮边就这样骗人啊！这个会过敏的毛是吗？超毛，它整个静电啊，它不是过敏 ，sorry。对，它毛不错。我觉得它我喜欢蓝色。它很短哎。哪有？它是窄。哪有？这样蛮宽的啊。不宽。哦，好吧。我要可以披，好丑。就是毛尾。蛮可爱的吧，但这样就不能戴帽子。那我今天我这样出门好了。我要围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这样。可是今天很热哎。卖火柴小女孩装，不是装的围巾，其实还 OK 啦，但我觉得不适合你。喂，我还没有围。那你们看看，我觉得比较适合我。你又要给我拿走？我今天是 cosplay 谁？你都还没猜出来。卖火柴小女孩啊。安娜贝尔啊。安娜贝。是很像，因为我在腮红这样很红。对照图在旁边，很适合我啊。我觉得我比较适合。这蛮可爱的吧？这很适合我，因为我是蓝色人。我今天也是穿蓝色。猜多少钱？这个也是 Topshop 牌吗？对啊。那我猜8磅。一样3磅。OK。它原价20磅哎、欸，所以我真的很会估哎、欸。然后打到剩3磅。所以你看、啊，它这样一整袋两个仓才6磅，然后如果你就是它有一个选项是，如果你可以在店内取货的话，就是它可以去店内 collection， 就是不用钱，所以你运费也不用钱。所以你觉得有运费啊？这没有运费啊，我是去店内 collection 的、哦，所以就是6磅而已，两个东西。嗯、好了，就这样小小开箱。好，我其实想跟大家说，在那个 Boxing Day 之后，很多东西会变得很便宜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把它面的那个链接放在下面，还有。这个帽子的连接，这帽子哪有什么连接啊？放我个人 Facebook 算了。好啊，如果有人要这个帽子的话，再跟我说。有没有人要订购蛋糕可以跟我说？哎、欸，他真的是有毒蓝带的哦。对啊。就有人问我说，他到底是不是毒蓝带？哎、欸，谁不相信啊？有人真的想，他真的问说，朵拉真的是蓝带的吗？怎么样，怀疑啊？那你可以来信订购一个蛋糕啊。订到哪？订到台湾哦。你在如果在台湾就没办法。好啦，那这一集就这样喽。好烂哦、喔！不要吵了。我觉得这集还不如闲聊。我们有在闲一些聊。哎呦，你为什么要躺在我身上？赖少，赶快讲结尾。你讲结尾。他在讲咩？他讲屁呀、啊！那你要帮配音啊！这里要加两个眼镜啊！你要帮他配音。你出镜，然后你配音，然后我等下帮他加眼镜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小铃铛，还有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很无聊哎、欸。拜拜，很不适合哎、欸。铃铛哦，那你重新讲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这样子好像比较有讲话的感觉。拜拜。